大家好，你好吗？我的名字是 Wan Noraini Abdulrahman， 我在麦达工作，我是一名客户服务和投资信息科长。我是在马来西亚汉文化中心参加汉语班的政府官员。这个汉语班从2021年10月23日开始，并于2022年12月18日正式结束。我学习汉语的经验是非常愉快的，我真的很喜欢非常有机的学习方法。上课时，我可以更轻松、更专注地学到每一个字的发音。第二，我最喜欢的活动是唱歌，简单有个的歌词和尽快的节奏，让我的学习变得更加有效。第三，学习汉语让我能够了解中华民族的风俗文化，如饮食、服饰、节日、民俗等。我最喜欢的是学习中国书法和简字，我希望学习中国话。最后，我非常希望中国是自马来西亚大使欧阳宇军阁下同意继续为我们改办汉语课程。这个项目非常好，让我们获益良多。谢谢你，大使官。我喜欢和中国文化的茶，大使官送给我们的纪念品很棒，这是我最喜欢的收藏品。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会用功练习期待奇迹的汉语歌。最后，祝大家国际中文日快乐！谢谢你，再见。